我是赵大勇，12年服役12年复员军人。我实名举报黄石公安局副局长王家勇。带领交警队邓金忠、花溪派出所张进、刘俊德，在刑事案件中毁灭证据，是我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6月9号，犯罪人第一次钻我车逃逸，交警队明明知道车牌号，却让我坐车来处理。他们身上全背个刑事案子，他们惹不起他们了，交警队惹不起人家，而且都是王建荣给他们举报候审。2020年10月份，我在小区里面发现逃逸人逃逸车辆，第二次逃跑过程中把我抓成开颅。你不看看，他现在后遗症严重，无法生活了。这就是当了12年，为国家做了12年贡献，如今让政府的主从害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黄花石骨科医院也参与刑事案件，到现在出来都三四份病例不一样啊，连脑袋里边出血量和曲骨板的尺寸都能改变。全国开颅手术没有轻伤害的，我这就出来轻伤害。有关的吗？你们给主持一下公平正义行吗？